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键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对老师很赞赞，除了按赞之外，把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受益。健脑比健身重要。如果有什么建议，滑到最下面留言。如果还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呢。老师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要进去的朋友呢，记得你一定要有订阅，老师才会加邀你进入老师的那之后，老师邀你进入群组哈。OK， 谢谢。来，我们看继续哈，这个七，这个就是七哈，这个七过来哈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七。哦，再来这个七，这个七，这个七，这个就七。哦，再来这个七，这个七。还有这个来，这个七，这个就七哈。再来呢，这个七，这个七，这个就七哈。七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OK， 那我们来看这边差一个，差什么？一啊，是不是没有二？这个是二哈。好，那这边差一个，把它写上去吧。一二三四五，是不是差个六？好，来六，把它放上去喽。啊 ，OK。那我们这边差一个，我们把它写上去吧，是不是差个一？好，放上去。好，那再来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再一杀过来，一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一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好，这边呢差哪两个？一二哈，跟什么三？二三好来。二三能不能确定？下面没有东西支援哈。OK， 那这边差多少？一二哈，再来三四五六二九哈。那很简单，这边有二放什么九？哦，那这边就放二，把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把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把三二杀下来，这个就二。二就有要 bingo 了哈。这边差一个，把它写上去吧，是不是差一个六？好，这个六杀过来，这个就是六啊。好哈，那这边呢？差啊，你看这边九杀下来，这边九，九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这边差一个，是不是差三？啊，这边差一个多少？是也是差三。啊，这边差一个是差什么？三。啊，把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就放这边，六就放这边。谢谢大家，健脑比健身重要，谢谢。